现在应该9:30，就出门了。他去拍双子座流星雨。你来看一下现在几度？现在只有15度。哇，满天星星啊！满天星星啊，漂亮。其实15度而已，不会很冷。这是猎户座，然后我们先看一下右上角是猎户座的3颗星，双子座在猎户座的猎户座腰带过来，这也是双子座。双子座要找这个北河二、北河三，我找一下。其实太多星星了，我现在反而没办法找，所以ISO拉低一点。我们来看一下哈ISO拉低，现在右上角3颗是猎户星座的腰带，然后左下角这2颗应该是北河。有东西在叫，应该是北河二、北河三吧，我猜。然后我把 ISO 拉高一点，51200就好。北河二、北河三，北河二上面有一颗小颗的，北河三左边有一颗小颗的，然后上去是U 双子，所以没错，右上角是猎户座，左下角是双子座，这边没问题了。这边有办法带紧吗？底下这边怎么还有一颗星？底下有座山挡住了，没有拍进去吗？这底下怎么还这么多星星呢？有三星跑出来了。好，3星以上。现在 F1 点是1/25秒 ，ISO 51200。然后左下角这应该是北河二、北河三。现在应该是拍到大概大犬座这里吧？是不是大犬座？我在大犬座这边看到了已经看到2颗还是3颗流星了。再来这个位置来做好了。哦，过去2颗。啊，ISO 太高了。左边1颗啊，要换地方拍了。现在左边一直出了，左边这边是狮子座。右边这个是6分1座，这里云真多，你看，能拍的地方剩一点点而已。哇，左后方，看一下左后方，都云了，都云。绕一圈回来，那个
大选座这里啊，只能看哪边没有云拍哪里了。对，这个只能看有没有插空隙可以拍到几颗。